好，这里面的这个养鸡场，这个水太急了，你看把全部淹掉了，整个地方都淹掉了，这个一片汪洋啊，一片汪洋，你看到没？这个房子全部淹没了啊，人员非常的这个危险啊，你看这个水流，水特别急啊，水非常急，水非常急的啊，来来来，啊好。现场人员，这里有等待救援的这个啊，也来了有四个了，我们已经来救你们了哈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转移的这个养鸡场的这个老百姓哈，啊，这个养鸡场老百姓，我们把它转移下来啊。好，小心点。好，小心点啊。这是我们转移的第二批，啊，第二批行程了啊。这里到处一片汪洋啊，一片汪洋，这个水的太大了，人家是号称百年一遇啊，百年一遇的。这是我们接的第二帮人啊，这里面的饲料厂的这个员工。查的有什么药呀？对呀，刚才查的研究，实际上得到药物的血。
拜拜。